玻璃瓶身加上透明的梅花镶在上头，韩国瑜上任之后的立法院纪念酒开放各委员办公室抢购之后，马上销售一空，但这么一大批酒至今还没着落。院长的立院酒哈，目前时间还赶不上，原本是十月中啦。类似电话一通接着一通，因为委托订酒的民众都怕等来一场空。如果依照日期的话，应该会在十月送到各委员的办公室，结果他还是 delay 了。这些乡亲也蛮急的，所以我们会一一跟他说明。实在讲到心很累，每瓶1995元的新版立院纪念酒，113位立委每年限额30箱，180瓶，不能再多。且除了第一箱赶在中秋前到货，剩下的29箱原定15号全数配送，现在一周过去，连影子都没有。原来就是因为订购数量超出预期太多，导致水晶梅花描金酒瓶塞生产进度落后，负责制程的金酒表示还在赶工，最快11月中才能交货。院长会跟金门酒厂那边再去做协调吗？像我是服务比较好啦，所以有乡亲愿意订，只要量不要太大，我们都愿意帮忙。当时有记录的人就是一直不断的来问说，时间到了啊，怎么还没有货啊？他可能怕我们把酒喝完怎样的。今天早上才接到一个又说要一箱，我说一箱。太难了，水晶梅花瓶塞难产，只能说成拍死，先缓缓，但卡在中间的永远最为难。 TVBS 新闻周度学会台北报道。